来关心台北股市今日开盘是跌9点，加权指数8351点，早盘是由乌变红，伫咧晚间中昼的时阵是来到8374点左右。台北股市早盘伫咧电子金融股助攻之下由乌变红，最后电子股扭回伫咧平盘起起落落，金融股收红盘。今日主要的电子权逐股有起有落，台积电就伫咧平盘103块，连联发科盘中较无力，跌超过1%；宏达电盘中起超过2%；大力光是伫咧平盘左右伫咧整理。日月光的股票介绍今仔日继续落，跌幅超过1%。类股的方面，指数则以塑胶、钢铁、汽车、造纸、供电、资讯，即表现了较好。